接下来大家啊，给你们介绍一个呢比较特殊的对象啊，这是我们学完了继承以后吧，其实推的一个对象，或者多胎以后呢，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什么对象呢？这个对象之前我们有学习过，来看一下大家啊，接触过应该是叫做我们有一个父类是吧 ？plus 呢又有一个子类，那么当我们的子类呢继承了父类以后，子类在拗对象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动作叫什么样呢？它会去调用那个默认多函数吧，那么如果写出来以后呢，子类会到这初始化，对吧？那么初始化的时候呢，它会找父类嘛，是因为里边有什么样啊？对，是因为里边有 super， 是这样的。那么父类里边呢，本身有个空函数嘛，对吧？大家，那么大家它里边有没有 super 呢？是不是也有啊？这产生的问题就是说，哎，子类会找父类，因为它从父类当中呢进行一个初始化动作。而父类呢，它找谁去呀？它里边也有 super， 这 super 到底指的是谁呢？它有爹吗？没看着啊，对吧？其实这里边有个爹，这个爹就是谁啊？就是 object， 大家听得明白吧？哎， object，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Java 当中的什么？所有对象的什么根类，或者所有人的根类，懂吗？ Java 中的上帝，这个对象就是 object。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 object 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它里边有些方法呢日后我们要用。类层次结构的根类，每个类呢都使用 object 作为超类，也就是说大家你不做这继承，它默认怎么样？默认就继承。大家子是不是也继承那个 object 呢？不是的，因为 Java 没有多继承，懂吗？在类的定义上没有多继承，那因为子是有明确的爹呀，是吧？哎，是这个意思。那老师，那你知道这没有继承的话，他能用这方法吗？必须的，因为他的爹是在继承他。对，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类的根类，叫做不是直接的，要么就间接的子类，必须是这样。OK， 现在就准备介绍一下 object， 那叫做所有类的什么根类？那所有类的根类是这样的。那好了，大家问题不多说，所有类的根类完事了吧？那接下来嘛呢？接下来怎么来的呀？啊？抽象的呀？Java 是以对象为主的，每个对象当中它们的共性是不是可以进行抽取啊？所以在不断的抽取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上帝，就是 object。听懂了吧？哎 ，object 也是不断抽取而来的嘛，是吧？那么 object 是定义什么啊？Object 的是吧？是不断抽取而来的，具备着什么？所有对象都什么？都具备的共性内容。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对象里边的方法是不是任意一个对象都能用？这话对吗？这是真的，记住了吧？这个是真的，所有对象都能用。具备着所有对象呢都具备的共性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常用的一些共性内容。来，大家我们往下看一下哈，注意往这看，它有一个构造方法，就不用再多说了。这个构造方法呢，必然是给是不是子类初始化用的呀？是的，但是它有爹吗？就没了吧？啊，不就没有了啊，顶层了已经。紧跟着它里边有一堆方法摘要，这些方法呢记住了，所有对象都具备，那所有对象都具备，而我们现在呢不会全都讲到，我们只先涉及其中的几个，以便于呢后面我们进行不断的去使用的时候呢省事儿。第一个先说是重点的，就这 ECOS， 这个 ECOS 方法呢， ECOS 单词是相等的意思，对吧？大家那这个是用来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等，两个对象是否相等。那大家是不相等只有几种结果？两种，要么相等要么不相等的，所以反正就是啊，负二类型，判断两个对象是否相等，返回值明确完了，参数为什么是一个呀？不是两个对象吗？大家
任何一个对象都具备是吗？这方法，对的。那么任何一个对象想和另外一个对象去比较是否相等，你认为是不是就把对另外一个对象明确就可以了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位置存在呀，那就完事了嘛。所以呢，是一个参数，懂了吗？紧跟着，另外一个是什么？再问个具体点，另外一个什么类型的？是人呢？是动物啊？还是呆萌？还是呆？知道吗？不知道。是的，大家，我只比较对象是否相等，我管你什么对象，听懂了吧？那这怎么办？你不能明确句子类型，所以你为了提高扩展性，能实现任何对象都能进行比较，怎么样？就定了 object， 这啥意思？是多态吗？对不对，大家？这就是多态，就这么简单。那说老师演示一下呗，是吧？这里边我们把它先注释一下，子父这个部分呢，先注释一下。注释完了以后啊，老师呢就简单呢来上一个 person 就完了。person 里边吧有这么一个 age， 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年龄嘛，是吧？然后呢来一个 person 呢叫做人一初始化吧，就可以有年龄，这多好啊！等于 age， 一样，去掉 ，hola。好了，大家，这里边我们接着看这个类呢，就称之为 object demo 啊。在这里边，我们首先创建个人对象，那就是 person P 一就等于 new person， 这哥们是20岁啊。person P 二就等于什么 ？new person 这哥们也20岁，我瞎写的啊。我写的对象，大家。这人是不是默认继承字？我这谁写的都这都不算错哈。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这算错吗？这个不算错吗？对吧？继承的 ，OK 吧？起来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着，我来一打印 P 一等等于 P 二，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我的比较啥？地址值吧。紧跟着大家，我调用一下他爹的方法，懂吧？我想比较 P 和 P 二是否相同，点上一个 equals P 二，大家是这么写吧？我这个 P 是不是具备这方法？继承过来的嘛，把另外一个要传递就可以了。这能看懂不？真假呀？真假呀？第一个什么？第一个是假的吧？第二什么？第二为什么是真啊？啊？我没明白呢，为什么第二个是真呢？对比两个内容是吗？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猜呢吧？因为什么呀？因为终于最后一次给力的叫做真假猜一个50%，我们会更高几率而已，对吧？是这意思吧？嗯什么嗯啊一天啊？这个假是必须的吧？因为俩对象嘛，这个假也是必须的。谁跟你说俩对象相等啊？啊？阿哥们说老师不是比较内容吗？是吧？哎，你哪看着我写的比较内容的呀？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方法说它要比较内容啊，人就比较两个就要是否相等吧，对吧？说老师怎么比的呀？他还能怎么比啊？他要能比的话，我跟你讲，他就只能干嘛呀？object 依靠的方法的实现对象上差别可能性最大的相等关系是吧？即对于任何非空引用的值 x 和 y 仅当且仅当是吧 ？x y 引用了同一个对象时，此方法才返回真 ，x 等等于 y 具有值真。你看到了吗？是吧？是比较内容吗？是吧？这都很难说，听懂了吧？
这都很难说。什么很难说啊？看着啊 ，person 啊 ，p 三就等于 p 一，看懂了吧？我写个 p 三，编译，运行，看到了吗？现在明白了吧？它比较的是不是也是地址？对不对啊？这是真的，和这表是一样的不？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对象想比较，你凭什么比内容？那大家老师里边没有二十，你比啥？想过吗？你想过哈？比如说我同时可以构造年龄，再有一个构造姓名，这里面我传的是李四，这我传的二十，你比较啥？听懂了吗？这都不对，懂了吗？对象之所以能比较，是因为每个对象他们都有个共性，就是他们是不是都有地址？那就完了嘛，比的啥？比当然比地址嘛，这能理解了吧？嗯。那么再接下来，大家有的这边不相信的说，老师你凭什么说 equals 是那个比较是地址啊？啊，好啊，有这想法非常好。我干嘛去啊？我带你们看 Java 的源代码 ，object n o 就可以了。把这哥们往前一扔，看是不是点 Java 文件？相当的嘛，这是源代码。这哥们里边 public class object 一个类吗？private static 看到了吗？哎，共享的啊，但是私有的 native 没见过吧？这是本地的意思。male id register natives 分号，崩溃了啊！哎呦，抽象关键字呢？没有吧？多这个，大家，这个就叫做本地方法。明白了吗？有它修饰就是，这个方法的主体内容你是不需要看到，也不可能让你看到，因为这个方法的主体内容它会去怎么样啊？会最后转换成调用底层 C 的代码，听明白吧？会调系统的内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本地方法，它就存放在本地方法区当中，能懂了吧？这个方法区的方法你调用不了，那你也不可能去调用它。而这个叫啥？这个静态代码块是不是随着这一下就执行了呀？它执行的时候执行的就是这个动作，这个向本地注册，要把这个上帝先注册到本地系统上，听懂了吧？这个叫做这个类一加载就必须要执行，而不管这个类创不创建对象。欧美啊，哎，这就是静态代码块的应用，叫做直接完成注册动作，至于产不产对象不管，反正类加载必须要先做啊，不先做就完了。好了，大家间接来往下看，这边有很多本地方法，大家本地方法怎么实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是不是依赖于系统 Windows 里边有它的特定实现。如果这个是你装的 Linux 版的 JDK 的话，我跟你讲它是按照 Linux 版来实现的，懂吧？因为它调用的是 Linux 底层创建这个内容的方式啊。再往下来，大家看，这是不是 equals 方法？这里边是不是用到了比较？对。当前对象和指定对象进行比较，是不是用 this 来完成？对不对？而 this 是不是用的是等于？大家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懂了吧 ？OK， 到这搞定了，明白了吧？嗯，这就是我们说的 equals 的方法。它为了能接收更多对象的进来，所以怎么样了？用的是 object 作为参数。紧跟着大家，我们来一个 class 叫什么？叫做 demo。大家注意往这看，老师在产生一个 demo 对象，给大家简单的爽一下。new 一个 demo， 你认为我能这么写吗？啊？可以吗？这个？可以吗？必须的，因为它的类型是 object 嘛，你爱往里边传就传什么吧，是不是啊？
因为它比较的就地址值，是每个调都具备啊，那就可以比啊，对吧？那就完事了嘛。编译运行是不是假呀？对对对 ，OK 了，到这儿 ，ECOS 的基本体验就说完了。一会儿说的另外一种说法了。